新提示我看到钱，新提示卖讲我要来，我要来，新提示五百免，三百了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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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一个没三百，三百宝贝，阿仔啊，哥，你吃完了，全部都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六百块，全部都给你了，全部都给你六百块，五百来啊，五百来啊，让我你五百，哦，太好了，都是我。好行了哦，好行啊，那不要紧，好行啊，哎呀，来来，哥有想要吃啥？来来来来，嘿嘿，来啊，多好啊！啊，哎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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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来干啊，进来干啊！哎，有人要吃佛跳墙的吗？尾鱼也是哥哥专门为你们带的啦。卖掉啊！你们要谢他，不能谢我。啊，要谢他。卖完了，卖完了，我刚刚没看到。因为没有东西了啊。进很抱歉，进很抱歉。因为啊，原本天气热，其实这种东西我们不会带。那是因为母亲节，姐姐真的啦，一年也这么一次啊。尤其哦，你们真的妈妈都比较辛苦啊，都爱传音啊，扩街，都爱变少。这佛跳墙接阳炸一包，我先讲，过年一包我卖偌济，过年一包我卖三百，十个人可以买得到。登记杨豪销，这个是四到六人份，不用担心，小小家庭也可以买，接阳炸一包，免三百，十个人可以新提钱，两百咩？一百了，一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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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一百块，佛跳墙你卖咩？我嘛无法度啊，一百块。哎，两位，四个，还三个。四个，来一百块，来四个啊，啊四个吧，来五个啊，啊不要，我们就带回家吃，来来五个，姐姐我要先说，卖你们一包我了多少了？四十块啊，我这样花上家花两百，我二来，啊无啊无啊无，我收钱，来这，好来鸡鸭花，鸡鸭来鸡鸭来，鸡鸭准备吃，备吃，我叫你我卖炸鸡，你放炸鸡，姐姐这两斤没有了哦。啊、哦！现在我们带这个基本上不会赚钱了、啊，赚不了你们钱，那没有关系，姐姐。我们这时候卖你们，那我希望过年过节的时候，这一斤在红毯，好不好？尤其瓜皮的时候呢，我先讲，瓜皮我一包卖偌济，才2.5公斤，人外口一条就卖你4到4百，我固定有当时卖3.5，卖饼的时阵卖3百，注意听。春天哈、哦，八个客人买得到，一人炸一只，我先讲。五头五尾五七大海啊，有翅膀的，龟甲厚厚2.5公斤，被人客买了，两百啊，两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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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，好收啊，一只鸡啊200块阿仔啊，这拢把你看好啊，全鸡的，你外口吹鸡嘛无遐少，好啦好啦，啊真的太热了。对你们不要勉强。能放几条啦？都要四个啦。哦，啊，本来就四个啦，无坏哦。啊，来来来来来，没关系。啊，有人要吃这个吗？我想问一下，现场这么多人，你有吃遐咩野手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烧起来好吃，两桌。这个回去加热它，搅拌就好吃。恁三个吃，炸一份好不好？啊，无要紧，三个人客尔无啊。沙包我先讲哦，下次拼货给你们，不是真的，我们这样卖。我要先讲，外面人家这边有写，建议售价69块，等于一包70块。沙包我里面两包，把的话一百块。背书包，背书包是不是？我啊，我了。你要什么钱？像你要什么钱啊？大哥，剩2包70块。哎，哦，哎，姐姐，有没有人吃牛肉的？我问一下，现场有吃牛肉的举手。阿彪，没有吃牛肉的举手。好，那我叫阿阿仔阿姨要乖点，是麦听。哦，你麦搞懵啦！哦，我今日无穿内裤啦，靠腰来给你直播。啊，来，姐姐来注意听，这一包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，不是我们卖不好，而是怎样炸伤多。这个叫什么？这叫黑胡椒牛柳，我相信很多人买过，很多人炒过。再等起干单，我就炒洋葱、炒葱段，啊，这样就好了。还可以怎样，姐姐？你们有空可以去买一点空心菜，懒得做微炒，当做牛肉烩饭。外面现在快炒店，炒好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啊，炒好几分，
黑胡椒牛柳、葱爆牛肉的话，有一百二百块，沙包变沙啦，想要吃，一人炸一份，炒看卖。重点来哦，阿仔，我先跟你讲，炒袂着，炒袂着，一个人炸沙包。一人炸沙包，肉质是跟咱一个地皮。一人炸沙包，那我看咧，这种卖你沙包，唔免啦，两百六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有人要吃吗？两百块，黑胡椒牛柳两百六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够人想要吃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要收啊！哥哥话，大家拢提钱，我话拢唔爱提钱，拢爱看我饼。一人炸沙包，两百六啊，两百块，有人要吃吗？两百块，想提钱。啊，这我先讲，大行拢去，猪肉、牛肉、牛油嘛，大行拢去啊。我们尽力啦，人甲阮起价，阮拢无甲恁起价，真正阮挡袂牢，歹势，阮就会甲恁讲啊。一个人四包，加上你一包两包的话，两百块。好，姐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块。三爷啊，包姐，包包姐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两百的两百块。啊，还有人要吗？两百块，两百六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还有人要吗？两百块。啊，一包全部十块卤吧，应该没扣卤好吧？两百六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这包真的好吃哦，两百块，让我哈来试试。啊，没跟你勾结，没跟你勾结。啊，来收。啊，还有人要吃吗？就来一收，小米。咖啡。哇，好，我要加点。啊。哎，这是车尾。哎，谁在问鱼翅羹呢？姐姐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一包你三百，一包给我你三百，留下三百块。三百，三百块两包，两包。哎，丢丢丢，哎。挪威青鱼，来，挪威青鱼，多存钱啊，挪威青鱼，好不好？来，有人要吃挪威青鱼的吗？我要先说这厚的哦。应该看得出来厚的啦，大片的，有人要吃吗？够人想要吃挪威青鱼的，啊，这等起用真的用它的油脂有够多，有够好吃啊！咱外口日本料理店很好，一块拢百五起条，三块给你，一个人炸三块，免三百，想要吃两百的话两百块。有人要吃挪威青鱼的吗？三个人可以买着呢，来这块买没有？这块够你，来这块够你，一个人四块，来几条呢？没有了。一个人五片，两百块就好了。好，姐。啊，两百六啊，两百块，两百。来，两个好，阿来无啊。来。那个丸子还有虾子，哎，有人要吃猪蹄花的吗？哎，有人要吃意大利面吗？最后三包没有了，都奶油的。想要吃一百六啊，一百块。哦，三包意大利面一百块，一百块。大哥，谢谢你啊。来，我这边黑啊，黑啊哦，来黑啊，黑啊，纯豆皮都没有。来，虾子没有了哦。来，虾子给我。我才没啊。一胎五斤重，五斤一胎我就四个，一胎我就四个人客，全部分掉。一边四个人客，我先讲，阮这是海白的，一个人炸金蛙免三百，两百六啊，两百六两百六，一边四个鸟，有别人来，三个，四个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哎，不要紧，各各会当继续两个，来五个，第二个，五个哈，好，安尼无，安尼无，好，安尼无，来，他快点快点进货啊，好啊。之前起，那底皮几只？阿姐阿姨无甲你收着哦。哎呀，哎呦，拍死拍死拍死！来，再请你吃。拿五百的。阿姐啊，拍死啦，拍死啦。这样不叫我，无啦，无啦，负担起。一家，一家是。哦，拍死啦，拍死啦，拍死啦。阿姐，拍死啦！看我其他蛤蟆啦，能不能嘛？来，哦，姐姐我们。差不多被少打，眼镜没有了怎么可能还在读书？有人要吃猪蹄花的吗？迪卡，够人随便吃。有人要吃这个吗？这等起用好小胶本的就好吃哦。哦，它是熟的，所以我们只要加热。够人随便吃，随便吃，两百块哇，两百块。一个人客，两个人客，三个人客呗。人外口这包就就爱，互你开百外块啊！再过年来，再过年，再过年。两个人客啊，三包来几条呢啊？两个人客领四包哦，一包剩偌济？加一剩两百了哦，两百块。猪蹄花猪脚，猪脚两百，两百，两百有人想要吃无？
没有吃过的吃吃看啦，一个人带两包，一百六，来一百呀，一百块，一百块试试看看啦，一百块。哎，要安怎行啊？咩啦？两个人摕四包，我先讲，这一包卖你五十块，你外口买无？两个人摕百号的话，一百五十块。来百号啊！试试看看啦，百号啊，百号。来，再钱，再钱，再钱！要收这四包呢，一包剩偌济啊？百号。大哥，再给你吃不吃得完？一包来啊！鸡多少钱？鸡多少钱？鸡啊，对不起，你要什么？你要个，这个没了，对，没了。他是鸡吗？是鸡啊，所以你也是温鸡吗？啊，你们是一起的啊。美女，你要吗？这2.5公斤，一包就好了。我刚已经喊过了，姐姐说真的，我们卖你们价，可能外面不用考虑，买不到。啊，重点这人把你控了就好吃，控不了经济了。想要吃200的话，200块。还要几嘞？啊，200块，200块。来来来。哦，200块，两百块。来，那我靠，切鸡就爱300块哦，200的话200块。谢谢。哦，再五头五尾，五起来杯哦，200块，200块。还有人要吗？200块，200块，200拢有啊哈。来，谢谢。我觉得。哦，来最后一箱了，还有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剩下这里。八七了哦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没关系。来接一张纸。来，我想问一下，现场有买过这边的举手。到南北归这边。我正要买过。啊，正好价不？好价哈。啊，你安怎料理的？镇江山的啊。啊？用蒸的、用炊拢会使。我拄只是卖迄海里啊，中口这是盐巴肚，油脂有够多，我可以卖猪汤，好不好？为防止花掉，只带100。啊，姐姐老主顾了。只带100克。哦，姐姐，我要先说这一片，它没有刺，但是它油脂比较多，我建议你那是卖用蒸的，油坑一撮的话，油放一点点。但是它的相对的单价比较高，很丢高人，准备价300的话300块，来300，300块有人要吃吗？300块，300。